口号出发健走，动物园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吸引他们注意。动物园最想看什么？云豹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帅。被台湾猕猴吸引的目不转睛，有些地方就算动物没出来，小朋友一样乐开怀。因为要从花莲北上到木栅动物园，对这群抗癌小斗士来说相当不容易，需要按照时间回去化疗这样子。那变成说我们其实也很少机会能够出来走走这样子。对，那所以说这是有这个机会，我觉得很难得。难得的背后是一项浩大工程，护理长、社工师得随时在一旁待命紧盯，担心他们会发烧。那因为孩子总是喜欢玩，他们其实有些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想要玩，他们就会一直硬撑着，所以通常我们就是也会征求医师的同意。这是什么？梅花鹿哈。好，谢谢。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在医疗照护之外，提供儿童癌症家庭更多心灵上的支持。五年可以到将近八成可以治好，那这个是跟大人是不一样的。儿童癌症治愈了以后，他的平均余命是远比大人长得太多了。现场一共40位左右的小斗士与家属远道而来健走，更是一趟能量补给之旅，为抗癌之路充电打气。大爱新闻杨韵慈行，好，台北报道。